兄弟，你啱啱嚟重量就玩失踪，系咪发现自己系 group 嘅陈仔佬啊？唔系喎，从来 haven 有呢个 idea 喎。第一个同我哋合作嘅单位啦，第一个计划就系处处做翻紧。咁 ，what should 我做啊？系咪要我教你？使唔使问你助手啊？问下都好嘅。波司令，请问我噶啦，肚饿嘅话同我讲声就得噶啦。虽然成人大脑平均重量大概占体重嘅20%咁少，但系佢运作所需嘅热量系基础代谢率嘅20%，所以唔食嘢系会谂唔到嘢噶。你想食乜啦？糯米鸡，糯米鸡，食蛋蛋啦，茶 leaf egg。喂，唔好啦，咁核突。这个干了。吃力姜。不啱咧。咁不如，乌茶。烧制都得嘅。会谂到得，搞得俾你俾个我先。想知亨廷最后有冇嘢出到？记得由听日开始到11月嚟 PMQ， 我哋从良研究所成红福堂嘅 pop up lab 睇下就知道。